Hello guys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视频。所以今天还是要走汽车追寻，来看一下今天任务。哦，奇奇怪怪，用石器石在车，撞坏450个物体，看似容易却很麻烦的。水上乐园，这样的话选雪地吧，至少还比较好一点。这辆车还蛮不错的，其实最麻烦的是它需要装的东西太多。就这个地方还稍微比较多一点东西，给你去装。2000 years later. 哎呀，让他捡。这该死机器人，真的是机器人都没有真正的脑袋，好像只会根据游戏设定的指令来做出一些愚蠢的东西。哇，这边这个机器人应该是故意的吧，他居然撞完我全部东西。OK， 终于现在剩三个。好，这次任务艰难的完成，所以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